你干嘛偷拍我？我心的鬼画画，我脑子瓦特了，给我删掉。很可爱。我这里，鸡哥，这是你男朋友。哎呀，长得真板正，果然像你。今天这一生都是你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哦，你喜欢？我把你拿这么可爱，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？看你居然会用美颜啊，确实还挺可爱。这次发给我，你把它删了。我干嘛要删？我不删我不发了。那我就不要了。我就把脸放大。真是幼稚，一个大老板怎么没事啊？刚才总部开完会，哪像你？大哥，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。大姐，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？以后第一，我不是大姐。第二，男人要谦虚一些，懂什么是谦虚吗？不懂。我喜欢你。能不能证明是认真的？怎么证明？姚志明，你可真怂啊！腹黑的爸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让他睡一下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们看谁撑的久了吧。谁咬了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不行啊，姚子明。都在一样。哎，徐伯伯，我妈说的那个不是这个。哎，你好。我们先挑挑料子。这个料子的好坏啊，是按着价格定的。这个证券，证券就证券，普通的真丝就行。这里面是这个人金，您看看下面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双元金，有身份的都用这个。方金就行了。哎，好。都定金了。